就影住呢只八步穿雲，近呢。主持揀1469啊，跑千六叫錦標賽啦嚇。咁啊，只馬隻隻都好嘅。啊，而家即係讓賽嚟㗎，即係讓咗㗎啦。高分嘅就孭重啲磅，低分就孭少啲磅咁樣，即係都係拉翻雲㗎。即係如果你係信，即係我信㗎，我信呢、這個呢個讓賽呢個機制咧，佢已經拉翻平㗎啦。同平磅賽唔同，平磅賽揀高分馬。我的經驗就係、是、即係較高班嘅馬隻隻都有翻佢自己嘅準程度喺度嘅。咁如果讓賽嘅情況就揀啲蝦碌次數少啊，或者取勝機會高啊嗰啲咁嘅馬。咁呢場馬咧贏過呢個路程嘅馬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即係11隻馬已經有8隻係贏過噶。咁另外剩翻嚟嗰3隻都入過 Q 嘅。咁你話？點揀啊？嚇，即係你揀 A 啊 B 跑出嚟嘅喎，可以啊，即係拉翻雲嘅啦，冇話邊只馬叻過第二隻馬。咁咧我就上仗成績好嘅有5隻，就勝得精彩，白步穿雲就跑第3嘅呢2隻，精神威就跑第2，綠色有雲就跑第1，幸運快車咧就跑第2。咁啊勉強數到落去就4、5名噶啦，都好好嘅真係啊！即包括呢個飛輪閃耀同埋呢個大藤王啊，周俊樂騎。周俊樂星期三就叻啦，上星期三啊啱過咗星期三就叻啦。今日好似沉寂咗啲。睇先入過 Q 嘅兩隻咧，就係綠色有運3隻啊，幸運快車而家大熱門1.9，同埋呢個美麗笑容，哇隻隻都係有個賽績嘅。咁啊嗱，零次落地嘅有3隻。有4隻啊，4隻，1隻就係精神威，1隻就係幸運快車，飛輪閃耀同埋美麗笑容。咁美麗笑容8號仔而家32倍，好似又係冇乜未夠信心咁樣啊。幸運快車就夾硬大熱門，因為佢係02100咁樣啊，即係係未 win 過啫。兩個 Q 一個第3咁樣啊，跑3次上名，我可以撳停，我一陣睇睇啲自己啲數字。嗱，有3隻馬，有4隻馬就從未落底咧，就係4、6、8、7。四咧就係100% win 添，4號，佢跑過2次。跑2次贏2次，呢、這個4號仔叫精神威嚇。然後就去6號、8號、6號、8號咧，就係、是、6號就跑3次就2Q 一個第3，講咗啦，莫雷拉大熱門。咁啊，8號仔咧就係、是、跑1次第2。咁7號咧就係、是、點啊？跑4次1 win 1 Q 1 pay 1個第4咁啊，1、2、3、4。其實呢啲戰績好啊，呢啲7號仔，咁然後再落去就係呢啲9號啊、1號啊、2號啊呢啲咁樣啊。戰績比較好咧，就係4號啦，前次3，上次2；6號就前次10，上次2；8號就8899，好似後咗啲；7號咧就上次4，前次2咁樣嚇。我揀一隻馬，我睇下潘明輝只馬得唔得先。潘明輝只7號仔，我買莫雷拉嗰只啦，買莫雷拉嗰只，然後就拖呢、這個。4號精神威，6號、4號、啊、因為4號係跑2次贏2次啊嘛嚇，順佢呢一個數，順佢呢個數據。勝得精彩好難噶啦，咩？呢個 Tom 哥哥就話6號、3號靚樣，靚樣啫，6號、3號啊，6、3嗱1、2、3、4就係降班跑嘅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就升班跑嘅，咁但係都計翻啲榜位，都大家都拉翻雲，
所以都係買啲落地得少嗰啲咧，就長期嚟講就係有有著數啲嘅。但係升得精彩 win 啊，冇硬淨激烈啦，跌咧跌咗。嗱，一隻紫色有星星嘅呢只畫面見到只六號仔啊，就係、是、大熱門，佢係未 win 過嘅啫，跑三次全部上名，而家就兩倍。九號而家有六格位置，落 Q 飛咧就確實係九號係落咗幾格嘅，唔多唔多，三格，有一格啡格。五號落咗三格。九號呢？九號仔而家有七九係啡格 Q， 咁啊六號仔而家仍然係大熱門。精神威，啱啱都見到梁家俊都發咗佢兩邊，諗住只馬可以快啲啊！我諗因為今次跑千六，幸運快車。再嚟就美麗笑容，百步穿雲，順利。星雲指著獨贏及位置咧，臨尾都著咗六格。好啦，其他馬繼續入閘，見到係勝得精彩啦。跟住係大藤王，綠色有雲。再嚟就飛輪閃耀，友誼志好。最后入闸应该就是星运指着，好啦，时间亦都差不多，沙田一里锦标，看看边只马能够赢得到。全部马匹准备台上八场赛事一班千六，沙田一里锦标，六二世。好，你一开闸咧，幸运快车出闸慢咗喎，紫色衫暂时垫后先。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外边位置精神威啦，咁啊跟住佢外边咧，仲有只美丽笑容啦。但系中间红眼罩飞轮闪耀上咗去咧，咁啊顶晒成闸马噶啦。内栏位置走上去放头，星运指着啊，咁啊再见到后一层嘅马啦，有呢只绿色有运啦，粉红衫就友谊之好啦。眼望望入边咧，就系呢只百步穿云上咗嚟穿咗你个位啦。左后边嘅马咧，仲系出边嘅大藤王，尾四胜得精彩，尾三内栏咧就幸运快车啊。尾二要縮咯，就係美麗笑容啊！暫時包尾係嗰只電腦三號嚟噶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！咁啊，星雲指著擺到喺前面走咧，就順放啦。跟住第二位嘅馬就精神威啊，有翻個遮擋啦。內欄第三咧就飛輪閃耀啦。第四位嘅馬綠色有運，內欄第五粉紅衫友誼之好。再後邊有八步穿雲勝得精彩，幸運快車響尾四啊！再喺個外邊嘅馬有美麗笑容啦。咁啊，最出嗰邊係大藤王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仍然係電腦三號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前面星运指著仲系占先嘅，精神威第二位啊，咁啊原本喺内栏飞轮闪耀攞咗出去外边红眼罩嘅，摄咗佢个位咧，外边就友谊至好啊，再下一层啊嘛，胜得精彩黄衫追少少啦，幸运快车咧就攞位有啲论尽，依家又摄入去，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，星运指著仲有半个马位嘅优势，友谊至好越逼越近，再后边嘅马啦，原栏上跟幸运快车，出边胜得精彩大外到美丽笑容，最后一百米友谊至好已经透出咗赢。出沙田一里锦标跑第二名胜得精彩啊！第三名外边系美丽笑容，放头埋边系星云指着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咧，咁啊呢只美丽呢只友谊至好本身发挥到十号系落飞嘅喎，吓十号同九号落飞嘅喎，咁只四号诶冇后劲啊，系咪？即系十号，十号落到十二倍。一号就系胜得精彩，重磅，全部睇唔到啊！我睇下自己啲数字有冇咩，点解会漏咗呢只啲十号仔？系喎，十号仔咧就系有0.23嘅胜出率嘅，咁啊只只马都好啦吓，都唔系高分嘅呢啲，系轻磅嘅，立于十号仔，友谊至好。
咁只幸运快车就好慢啦，出得咁啊，精神威喺前边就埋唔到栏，因为内栏有几只马顶住佢，就星云指著，星云指著后屘都冇位置啊。咁咧，莫雷拉只马而家尾三，幸运快车尾三。转紧弯，精神威而家喺第二位，飞轮闪耀咧，即系四七喺第二三位，呢啲系实力马嚟嘅。佢幸运快车而家都系贴住条栏咁样嘅，而家包咗落去尾三添，咁就绿色衫嘅精神威就上嚟啦。以为有得冲下，点知即系原来系后劲系唔得嘅，冇意即系冇上两仗咁好啦吓，咁就冲都冇冲过，俾人就系咁过，根本坐唔稳，即系未攞到个平衡去，咁啊唔得啦，咁啊即系有而自好啊，有而自好，而家拍冲上嚟，冲上嚟咧，然后一号仔。跑上嚟第二，胜得精彩，胜得精彩呢啲系叫做咩啊？老马识途啊，叫做啊，千六米，十一九八，哇，八百几蚊 Q 嗰啲咁嘅场合啊，好嘢！二名一号嘅胜得精彩啦，位置。